也许数数这件事，我们从小到大都在经历。1 2 3 4。组合数学就是一门计数的学科。组合数学伴随我们成长与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如何选择不走重复道路的游览路线呢？古老的七桥问题早已给出了解决之道。当每个人的生活已经被捆绑在手机之上时，你的手机密码安全吗？也许算算才知道。当你看到股票 K 线，想要探究其中的奥秘时，你可知道一组神秘的序列就蕴含在这涨涨跌跌的玄妙之中。当你纠结于代码低下的执行效率时，何不转换一下思路？我将带领大家逐步深入了解不同技术问题的解决之道。这里有对历史的演绎，也有对经典的解析，甚至还有对组合概念的魔幻演绎。请跟随我一起开启组合之旅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数学课。